赖东贤快乐开打开始，用一句话形容金宇镇。难搞，非常难搞。觉得自己最帅的身体部位。眼睛。用一句话形容石磊。喂，重义气。第一次见到王胜焕的时候，内心 OS。这个家伙好客套。觉得王胜焕最迷人的身体部位。嘴巴。距离约定的播出只剩下五天喽，请一定要在5月20号礼拜四中午12点锁定 Vido。王硕汉，快问快答开始。好的。用一句话形容石磊。活泼外放。觉得自己最帅的身体部位。脸。用一句话形容金宇珍。金宇珍啊，霸道，爸爸。第一次见到赖东贤的时候，内心 OS。太壮了吧！觉得，金宇珍最迷人的身体部位。金宇珍最迷人的身体部位应该是他的胸肌。距离约的是，距离约女士。哈哈哈哈距离约定播出只剩5天喽，5月24号是什么东西？再一次。距离约定播出只剩5天喽，520礼拜四中午12点，请记得一定要锁定 Video。日本の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あのね、すみです。Be Love in House 约定 I Do 即将要在日本跟大家见面了。アロンさんの筋肉みたいなヒット、ぜひぜひぜひ見てくださいね。啊，这个。